KTV 最讨厌这两种人，插播切割还是无限把麦。切割的人真的是很机车哎，这个前奏太长了，切啊，这个歌不好听，切。终于我们的歌到来了，当当当当，叫一个年轻人说谁呀？五音不全，这样拍子不准，然后又一直霸麦。我们在唱听起来，你爱哭，的声音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